我们先学这个鱼，来，你的右手哈，你看，就像我这样子，你看啊，我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动，好，从这边到这边，哎，鱼，大拇指跟食指只能在一起，那其他三个指头把它伸直，就当作是那个猫的胡须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你的脸颊上，绕圈圈，哎，绕圈圈。欢迎大家来看鱼喵。为推动身心障碍者文化参与，文化部今年持续邀集跨障别及剧场演员改编国宝级作家黄春明的作品，推出舞台剧《鱼猫》。四日的宣告记者会，郑丽君部长、作家黄春明及无障碍阅读形象大使黄玉祥都齐聚力挺，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一起来欣赏。我们应该要更积极的来推动文化平权的这个落实哈。所以我们除了推动这一次的这个展演的巡演的过程，希望来带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这个也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接下来文化部会组成大单位的我们的这个文化平权的推动委员会啊。那么从阅读啊，那么从各种这个不同的艺文的相关的资源呢，以及包含这个空间的无障碍啊，那么在相关艺术进用过程的这个各项的无障碍的思考上面啊，我们希望能够逐一逐一的一步一步的来推动啊。那么我个人呢，在这个活动里面，我的那个题材啊，就拿来当作活动里面的一个来使用，那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创作理念就是说，如果你要写东西啊，尽量给大家都看得懂，那么就是老少咸宜，养成共识。记者会上，听障、视障专业剧场演员也带来本剧精彩片段，完整好戏将于9月起巡演，欢迎民众一同响应文化平权，更期待身障朋友踏入剧场，一起来看戏、听戏。文化部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